你的人生故事能走到这一步，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你非常值得拥有你现在的地位，真的很替你开心，真的。听到丹妮表姐的肺腑之言，都忍不住落泪啦。小艾日前举行演唱会，宠粉的她更将重口味开房间直接搬到舞台上，满足粉丝们的问题。欢迎收看重口味开房间，小赖美炸天，还是帅？你要哪一个？好啦，这势必要接吻一下了吧？要接，快亲快亲！硬接硬接。还有人现场想问吗？我想要看你们三个现场跳娘娘腔， oh、my God。真的完全忘光，不往来，你再帮我复习一次。你们真的娘腔卡咚咚卡哇哇哇，一起来一次哦，好来 five six seven， 娘娘腔卡咚咚卡哇哇哇，对。哦，最后这个，最后这个，对，就是火影忍者。火影忍者，好啦，其实最后你要不要讲一些感人的话？我觉得就是看小赖每次出现，就在每个人生重要的阶段都有带给我不一样的收获。对对对，然后反正你干嘛突然讲这么感人的话？真的啊，天啊，在这边好像蛮感人的。要哭了吗？要哭了吗？喂喂喂喂，哎，好像会哭。就每次在台上都觉得哇，又是这一刻。虽然我们已经经历很多课嘛，我也觉得我们继续带给大家欢笑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哇！没有，因为我想说介绍，就是你知道，平常讲话就没什么内容。对。就每次到我比较害羞，比较每次到这种大场合都会觉得。突然他讲一些很 touch 的，然后因为从小到大就看那种就是一些明星说什么他们从默默无名然后到有名的过程，然后就觉得哇好励志哦。可是你是我现实生活中第一个看到真的从一间小公寓然后默默无名然后到现在这边都是你的粉丝的人，好感人哦，真的，我是真的。对，参与到就是哎、欸、那首 Lady Gaga 那个电影一个巨星的诞生，献给你，真的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你的人生故事能走到这一步，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你非常值得拥有你现在的地位，真的很替你开心，真的。哎哎，给你拍，给你拍，给你拍，弄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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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会讲哎。他们真的是从我真的极度小公寓开始，很乱的那一间，然后还是有第一次，现在还是乱，但大间。重口味还是我还在当兵的时候，走快也好像也七八年了吧。我觉得我们三个要一起拥抱一张。对，天哪！我爱你们，继续加油！谢谢，继续加油！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可以站到这样子的舞台，然后看到你们大家，然后拥有。你们这么多的歌迷，我每次唱到 Perfect Clown 的时候，我都会记得你们台下的每一张脸。你可以不需要假装不微笑也会